还有呢社会大各方面的支持，领导的支持，我们很重要一部分在我们的理事啊，我们的理事他们是最辛苦的，好吧？今天从昨天开始，从登记开始，每一个登记过来呢，都要经过几个电话来往，落实有的是夸是和那什么啊，所以现在留下45个是吧？对不对？好，两个，你都不拿，你接着讲。留下45个，45个九个人来签，九个人来抽。首先，请我们这一次的总什么啊？总会计，陈启林，抽五个来。五个我们侨外基金呢？方家包美群，广西五侨李和富，北工大张医院。我们侨外基金所有的捐款不能请客吃饭，包括今天我们本来说，哎，我们来一起吃饭，没有，我们准备一个蛋糕，不超过50块。带一些礼品给大家，啊，就是说我们保持着侨爱基金的诺言，啊，我们侨爱基金本来有了很多的福利团体，可以30%的办公费，我们一个办公费都没有，有的什么非洲什么东西都是坐头等舱5星级酒店，我们呢吃饭喝，在这方面呢，我们还要表扬我们的杨年来，不拿工资不拿。哎，我请杨年来抽5个。你抽自己啊你？好，自己。还有三宝荣心中刘文祥，侨友是朱过兰，八中过美英，还有呢华大朱过英，我们的侨界侨友是曾淑莹，侨爱基金呢每年都有去探访我们的这个善钱呢，都是要送到人家手里。我们首先呢，大家很知道，马立青，有请马立青，来抽5个。经常我们一起吸三鞠躬，你们知道三鞠躬是什么吗？知道啊。侨友是黄金兰，侨友是曾慧群，年中过新年，燕文华林丽珍，纪港邱光大，华总李芬谋，还有华丽陈一贵，我们的篮球健将，华大的篮球健将，那时候我还是请他签名，他不签名。李优兰，我们的理事，啊，那么矮怎么会打篮球？那么矮会打篮球是华大的
主篮球主力队队长啊，啊，一千块，他说一千块现在没了。还有就是华大的，华大的郭乃真，今天他表现还可以吗？练得很辛苦啊。郭乃真也是经常代表我们的。新马泰王俊强。智华校友会陈继红。林一正哦。乔友社喜居的。暨南大学李业昌。马中李忠本，还有三个、啊，对，还要有请林义珍，八中红医院，这个也是理事啊，八中廖美仪，我们这一次的疫情，之前的疫情，华侨大学张楚烨，我们的赞助没有断，广西五条吴云燕，用什么呢？用这个电话会议来，暨港校友会卢秀娟。还有两个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年轻的，对吧？年轻的理事李庆，来，暨大赵善华，暨大苏广珍，暨美中学黄翠红，华大陈龙腾，文华朱树英，最后五个、啊，还有最后五个，谁来抽？炳球，我们的今天在这里主持会议的炳球，来，华总刘燕。三宝龙龙华李彦莲，乔友社唐友，乔友社陈林，陈唐瑞，武汉侨校陈朝琴，最后一个谁？那扎底，最后一个，拿出来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乔友社邢怡，联华中学，全部完了没有？完了，联华中学。最后一张是什么人？我们的侨爱基金的主席，华侨华人总会的会长陈进强先生，他今天没有空过来，但是他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抽到，要重抽，给大家，好吧？有请我们的梁峰先生抽最后一张，陈进强的。广西五桥廖静武，好，谢谢。最后一张，500张全部抽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抽奖这个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这样子先这样重视的，从头到尾跟着我们，特别是梁峰先生从头到尾跟着我们在，来的这么多。那今天晚上我们讲整理以后，按照各个社团华侨华人总会多少票，什么多少票，就直接在我们的群网里面报告。在侨爱基金的群组，好吧？还有我们今天这个呢，是直播的，我们今天是直播，好吧？那怎么拿钱呢？讲在9月11号之前，会通知各社团中奖的来拿支票，
那乔爱基金的支票都写好了啊，比如说这黄玉兰会长啊，得到了1000块，都弄好了，弄到各个社团，各个社团呢来这边领取，9月11号之前会通知，好吧？那今天的会，好吧，到这里啊。还有礼物。解释一下啊。这个支票呢，我们小爱会开500张的支票，然后每一个社团的，假定说乔总的有20个人，就有20张的支票，你们带回去分给你们的乔总，是这样子做的。每一个社团，真的不用再开了，我们全部开500张，划线支票，是划线。等下你们走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主席讲了，没有办法请你们吃饭，就是就一个。小意思，蛋糕，高级蛋糕，一个人带一。